了吧？解散。蒙郭就是个宫廷，暗潮汹涌，宫斗之心厉害，勾心斗角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才讲两句。解闷救台湾，等了五年，大蒙郭回来啦！真的没看错，抢先播放现在最夯的宫斗剧《延禧攻略》，就是全民大闷锅原班人马，班底们郭子谦、洪都拉斯、九孔、唐崇盛、纳豆和吴一佩，为了2019年年初的全新舞台剧《闷锅出任务》再度合体，大家几乎二话不说全回锅。其实我们以前在做闷锅的时候，几乎天天见面，好的跟亲家属一样。家人不过有几个老班底却未现身。新雅，我们应该有邀请吧？因为他可能新雅比较贵吧，我很便宜，所以 OK。大家 Ken 都被你排挤，就没有，他会来演吗？这个戏他一定会出现。那怎么今天没有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可能嫌今天没有钱吧，就是不要不要。我不管纳豆在里面演什么，我只希望他的表演呢不要影响侯友宜的选情。来哥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台柱，那我现在也请他再请他吃饭。希望他赶快看到这电视之后赶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大声呼吁啊，台哥，他时间太猛，他年底要竞选了，不，他选理想，他不是年前我讲他2020要竞选，你知道年底有很多的那个尾牙呀，等等，对，像在座的是不是没有尾牙场？没有，推掉了，推掉很多尾牙了，其实他们真的都很挺啊，这个一听说闷锅要出任务要演舞台剧，他们。二话不说，真的都回来了。我们刚刚都只是开玩笑，那价钱我们就自己再来重新调整一下。没有，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拿多少钱。哦，基本上没有。基本上，你敢想这个问题？怎么会有想这个问题？什么都不敢讲。我想过这问题。我想说，郭哥给我宫廷斗争啊，是什么事情？给个10张票就可以了。我也没有问题。你还要票？我是在想说，彩排当天晚上我要包红包给伟东哥多少钱？你们还想要票吗？我已经包了耶，酒都送过去了，你现在。由王伟忠监制，东森剧场《闷锅出任务》将在2019年1月3日到6日连演5场，在新的一年就让大家笑到流泪。10月1日，东森独家开卖，大家别忘了收到抢票去。